老弟，你看新买的车咋样？帅不帅？姐，你这啥破车呀？这车有个新功能。啥功能啊？你好，保时捷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哎呦，我姐，我也试试呗。试试呗。你好，保时捷，打开气囊。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吗？姐，这破车废话还挺多。打弟弟一定要趁早系列。别哭了。一天就是老哭。你是怎么打弟弟的？你过来，哭吧，你过来，你告诉妈妈姐姐是怎么打你的。姐，我让妈妈给人洗。行，你手这样，这样啊，不准动啊！你手不准碰，你看是不是像蛇一样？面对疾风吧！你完了！谁说打弟弟要趁早的？我弟这么大，我也打他，对吧，弟弟？对呀、啊。苹果吗？不是。这样的，不会了吧？哎哎哎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？不会了吧？面对疾风吧！抖音里面说十个姐姐十个都打过弟弟，我不得不劝你们一句，打弟弟要趁早，要趁早，因为长大以后你就打不过他了。大姐，你吃鸡蛋吗？我不吃。那正好，不吃我吃。你吃鸭头吗？我吃。嗯。这人吃饭啥癖好呢？吃饭不吃菜，就蒜，你吃蒜吧，我这蒜也给你，你看蒜都有伴，你都没有伴。我不吃。那正好。爱心的我他踹你，你为什么不踹他呀？上，你脚干嘛呀？他会用脚，你会用脚啊？上，自己的东西自己抢回来，把裤管子用。既然这么长，你敢干嘛呀？挖他呀！我家姐姐和弟弟相差两岁，但是姐姐从小就比较软弱嘛，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了，她也不敢要，只会哭。最后她自己抢回来了。我告诉她，是你的东西，你就该自己抢回来，你不能指望爸爸妈妈每次都帮你去要。所以他们每次打架的时候，我也不会去拉架，我就是让弟弟给姐姐当陪练。你们走啊！阿姨的问题不小。我补不起。你起床了？这么晚，都这么早你不睡觉，你得支棱起来。都十点了，你得支棱起来。我不支，你得支棱起来。你洗洗我吗？你就拽我。没洗啊，我还从外面出来，我刚从外面回来。你为啥不见啊？我头疼，你走吧。行，还洗手吗？你得支棱起来吗？我被感染了，你也别想了，我告诉你。那你一起死吧，要死就一起死，一起死吧。下辈子还做姐弟啊！我下辈子打你，我就趁早打。那你尽量，你下辈子你最好比我多大几岁。你不行了，你。我打死你！你真是。哎呀，你还摆我？啥不是？这首歌写给你听。我想请你闭上眼睛，这首可能不太动听。错没错？错了。哪儿错了？小兔哪儿？你等我起。你还想起来？以后饭谁洗？我洗。以后衣服谁做？我做。道歉。对不起。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
对不起。姐，把你闺蜜微信给我。你能不能别祸害人家了？给不给？小兔子，你等我。给不给？对。黑旋风李逵，哎呀，小胖子，哎呀，啊，哎呀，我错了，你要犯谁错？我做个屁，我哎呀，我错，买谁鞋？我洗，哎呀，道歉，道歉，什么态度？哎呀，我去，我错了，想对不起。哎呦我的妈！兄弟们，你们知道这个借网胆子是怎么用的吗？你快打开思路吧，那丽丽，打扫卫生，你能不能？搞电视，做家务，你能不能？这么用的，打起鸡啊，鸡啊，鸡啊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信不信我能在你打我之前把这个水擦干净？我不信。三，等会儿，事情说好，不带喊妈的。你也别喊妈。行。三，二，一。你擦擦。唱日出，穷哈哈。唱日出，哈利波特，七十三度 C。Sorry。我给你买东西，我给你买东西。顶嘴！那又怎么样呢？你长大了皮痒了是不是啊？那又怎么样呢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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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，给姐姐做姐姐的，真的，你要带黑屋子去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么这下面呢？下面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一家人啊。这是我们一家人啊。是闪电机中的姐姐。打弟弟要趁早。打弟弟要趁早。打弟弟要趁早。谁打了你？就他，给他俩耳光，让他以后加点技巧。说。
怕我有怼啊，你没怼啊？你怕我死了？你没怼啊？你跑！你三个人家没怼啊？你没怼啊？没怼啊？啥？你说一遍好了，该说的别讲了。我都说一遍，那是你那边的不赢。哎呦我的妈！I'm on vacation。我再捏一下，捏一下。I'm on vacation every single day。谁来？王姐。金姐。哎呀！今天啥时候能生完呢？我还上他，哎呀，你这盆是洗脸用的呀，姐？不然呢？我还以为洗脚用的呢。哎呀，你烦不烦人呢？我不告诉你不让你乱动我东西吗？膈应。这香皂也是洗脸用的啊？啊？我以为也是洗脚用的呢。这不擦脚的毛巾吗，姐？都不要了，你帮我，你给我，你这都毛巾，你想到多少钱了吗？那不是我扔的，干啥我？你不用他们洗脚，我能扔吗？我也没用他们呢，我说的是我以为。算我倒霉，算我倒霉，还好没把你踹了。姐，这个盆我用了。哎，我也没用他洗脚啊，我就让他洗个脸而已啊。哎，他就打不着你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闭着眼来一次啊！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这是我姐，十年前为了救我，脑袋让驴给踢了，这可能一直这样。有人愿意要吗？我送个套房。老弟，帮我拿个冰块。老弟，帮我拿个冰块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吗？你昨天去哪里？电话都不关机，一定有问题。我昨天待在家里，明明抖音里面说十个姐姐十个都打过弟弟，我不得不劝你们一句，打弟弟要趁早，要趁。付出的只有我自己，我的眼泪，你的战利品，无处落脚的人海。